中炖三季内外，好温暖，有经过制汁给包罗蜜蒸粽子，还给蒸有光油，三子弟万事好礼，礼数给你，为腰上的精怪旺盛，内有一粒灵石，共会交涉，即金光素血，富贵生人，以及玉帛，降玉真。四品之后，诸位无事成名，诸位无事，前人未无事成，此名乃是玉帝之下玉，一点灵光，一点天天金，一点地灵仪，人长生，一点为奇，一点神通万里，天地开张，良辰吉日来点会，开光点眼显通，奉太上老君旨，神兵伏击，无虑兵。至宝镜，祖师为如至宝镜，本师为如至宝镜，先人为如至宝镜，至宝镜，宝镜照光明，日月星光水拱照，照天天光明，照地地，照人人苍生，照神金水木火土油无声，宝光辉煌千里照，妖邪鬼魅灭虚空，不动太上照，是神兵火急如律令。谢谢。大家抱着神像，然后我们再高处。是在要那个荧光，干嘛在播的？啊，对，对的。那如果没有太阳，或者是阴天，我们可以借由火光，太阳，这样子接光进来。神光一闪，护神开。开光镜。哎，开光，开顶光，顶上放桃花，画遍三千世界，威临邪意后四方。开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显灵，何家人等，一连开全身。举手先行来点眼，点开左眼光，有日常心知天机，上能观看33天界，下能观看18重地狱关，
连云开又远光，九月长明势必以能观银河四太阳，三千世界满眼睛，日月两照，两眼照分明，点开左耳空，听千乡万语，能听万言语，能听喜报真详事，点开右耳空，能闻若求，有求必应。永保民间，凡间民安吉祥。点开圣鼻香，离万里香烟，三光熏斗折点鼻，见香定香会香，解脱世界开信箱，永寿如内万载香，有善信大吉昌，东西南北是四方。你点开圣口，开口祸福并吉凶。犯善恶论阴阳，口是江河万现象，传信善事保安康，言语中央内敛圣哲，直察实物能知味，感应恭敬表诚意。鼻点开圣头，头身明有灵气，头上额再发光彩，压退邪魔能可除。一边开圣面，两边圣以行，大慈大悲救众生。一边开圣心，会问辨先知，精通金灵现，心如明镜照十方，开怀自在心欢喜。一边开圣度，大灵通法力大。一边开左手。能算阴阳天下事，增福灭祸全能具。鼻点开右手，压退邪魔正安宁，神通正直显威灵。鼻点开左脚，脚踏祥云显四方，降龙伏虎去灾殃。鼻点开右脚，上腾彩云飞三界，心腰。护学保安康，一天开圣会。会在中观受天命，会后常万事如意，运筹掌握达威灵。一天开全身，肝肠脾肺肾，脏六腑齐完全。开36，不都端正。今天开84000毛孔，筋骨相合，血脉相通，开光神灵永安康，神通广大显威灵，香年香火万年新，成年三界丢善性万事通，人安人安何尽平安，奉太上老君旨。本兵对立，开光，好，现在开光，上去，操作呢？操作的话，面还没有安。那开光笔呢，跟那个开文柱周周开光笔，开光的放置方法。我一般那个旧的啊，
它的那个里面会有酸，那我们要把它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翻活的习惯，会好像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上课讲，如果你的香灰长期在家，或者是从它结块，通常是分离它的而且呢，香灰哈会变浅哦，你赚钱。香灰越重，赚钱越高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般去帮人家安置，把家的时候，一时半会把他的旧香灰，好，把它倒，去帮忙。那我们把那个香炉请下来，好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家，他之前安的这个老师，这个师傅变安住啊。那曾经哦，我曾结果啊，他为什么会放？倒是帮他里面放的那个肯破的，肯破的，然后把它安在他们家。那一般的那个神明乳跟神明乳我们可以安放，但是天乳安，但是旧时候古代的他们里面会放纸，这个没有对跟错，是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习惯。那我们一般的话就那一般我们那个先的那我们今天没有吃饭，原本我们是吃饭等你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香灰那各位你看的哈，就是香灰。那通常代表这个也代表，所以相对单的话，我都会去加好，不要急，能够到发音，那平常大部分大部分在或者发音那个。这个一般可以当我们三生夏日挺好，可以当那个花草人，对，可以拿上来。那我们一般哦，白糖啊，我们白三种桃子酱。然后我们再跟养好安心的香，旧的香灰跟新的香灰要把它过滤。我去那个主家安那个香灰，我会把你安用上来。或者家本身他如果到房，地有，这些，然后要用旧，通常会在一起，家中送他，然后觉得说他那个家
OK，好，那我们摘完了，那我们要色，要净，净化完。那上次的时候有这硬币有六，有二个三个，那就是看，到它，那你要好，那我们用的刀有，那有，那大部分就是哪里？那个，对，在这里啊，录音。天地玄宗万计，同修万劫，这三界内外，我注意细处。共计划第四六十三点，腰上的筋，后退腰的筋，筋光复现，欲火攻将欲立之。那他有，我是二个月十二个。那如果呢，他是有六个月，那安置的方法呢，有五方，都可以。他就是看主家的，他要安什么样的人。安八卦，八卦的话，你像把阴阳，还有办法。那我们今天的安就是八卦，再加那个多瓣星。Thank you.